大家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一，麻烦你打印一下这份材料吧。二，我要把这份材料给教授送过去。三，我要去理发店理个短发。四，车很长时间没擦了，太脏了。五，我们擦一下窗户吧。六，这趟航班推迟了。七，今天晚上我得加班。八，刚才在公司门口遇到一个同学。九，我刚才和经理聊了一会儿这件事情，还没聊完。十，我跟同事一起吃了顿饭。十一，这些照片都是你今天照的吗？十二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十三，我打算收拾一下房间。十四，这份材料要交给谁？十五，他性格怎么样？十六，这份材料打印十份。十七，请把这几个杯子拿到会议室吧。十八，我的行李箱忘在出租车上了。十九，我的信用卡丢了。二十，这条路太窄了，我的车恐怕开不过去。一，麻烦你打印一下这份材料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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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，我要把这份材料给教授送过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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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，我要去理发店理个短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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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，车很长时间没擦了，太脏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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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，我们擦一下窗户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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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，这趟航班推迟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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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，今天晚上我得加班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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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，刚才在公司门口遇到一个同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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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刚才和经理聊了一会儿这件事情，还没聊完。我刚才和经理聊了一会儿这件事情，还没聊完。我刚才和经理聊了一会儿这件事情，还没聊完。
我刚才和经理聊了一会儿这件事情，还没聊完。我刚才和经理聊了一会儿这件事情，还没聊完。十，我跟同事一起吃了顿饭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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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一。这些照片都是你今天照的吗？这些照片都是你今天照的吗？十一，这些照片都是你今天照的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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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二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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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三，我打算收拾一下房间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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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四，这份材料要交给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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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五，他性格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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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六，这份材料打印十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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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七，请把这几个杯子拿到会议室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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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九，我的行李箱忘在出租车上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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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九，我的信用卡丢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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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十，这条路太窄了。我的车恐怕开不过去。这条路太窄了，我的车恐怕开不过去。这条路太窄了，我的车恐怕开不过去。这条路太窄了，我的车恐怕开不过去。谢谢大家，那我们明天再见吧。拜拜。